身材又好，然后又跳得好，不要这样讲，等一下五千块真的纯粹骗过期货。我跟你讲哦，他认真，他的眼神充满了杀气，哎，而且他的脚步啊，就是今天一定要赢的那种脚步。我就觉得就是老师的认真，然后这个节目的认真感染了我。哇，真的，他说对了，这句话也是我想要对他说的。金曲歌后啊，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哦，这样哦，对，我们荣登宝座一下。哦、好，那我们谢谢秀心姐，谢谢。其实你刚刚有很多很多的大招，我没想到你这么勇敢呢。一开始去的时候，就是跟老师讲，老师你那个跳火圈啊，什么那种大招，你都使出来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是比较属于那种不是很淑女的那种招数的，胆子很大，对，不然你会嫁给随意。哎，有道理。喂，随意哥，我跟你讲。他是狮子座的，啊，所以呢，陈随意看到他腿会软呢，因为狮子有两种啊，一种是人工饲养的，哦哦哦，啊，我只假称压型哎。